到了，然后脚踩指压板，背或抱他在指压板上答对五题问题就好了。对，请回答，请问你们第一次接吻是在何年何月何日？好久、哦，等一下我再算时间。要不要换人？算时间呢？2018年1月1号。哦，好，大新郎直接通访问。爱你爱新娘吗？不爱。哎，那你帮，那你用数据排组对他的爱情密码，然后从边摸出来，要用摸的哦，不可以看。520-1314。OK， 好 ，OK， 来。可以。新郎与伴郎一人一口苦茶。真的很美。老婆，谢谢你选择了我，陪你一起走下接下来的人生，也要和你说一声辛苦了，因为我不是一个体贴温柔又甜言蜜语的人，相处这四年真的很谢谢你的体谅与付出。爸爸请看看，谢谢，祝你平平安安，一切顺利，谢谢。满意不足，贵族。好，谢谢。你一辈子的幸福交给我。亲爱的老公，跟你在一起的每分每秒都让我感到安心。一路走来，我们相偎看山海，携手看四季。但对我而言，最美的风景就是你最单纯美好的一面。对我来说，不用刻意去营造任何事，和你生活与相处的细节中，彼此的一退一进，你细腻的心思让我感受到温暖而没有压力。结婚就是一辈子面对一个人，以前想起来总觉得很可怕，但如果这个人是你的话，我可以。谢谢你把最好的爱给我，包容我的不完美。谢谢你走进了我的生命，圆满了我的人生。好吧，你女儿的幸福就交给我，我会一辈子好好照顾她。谢谢。那老爸也有三个女儿，佩斯是最小的。啊，希望说从今天开始，啊，现在开始呢，啊，你们的结婚呢之后呢，都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哈。舍不得，没白头偕老。
早生贵子。你们放心，我永远还是你们的宝贝女儿。爸爸妈妈，谢谢你，我爱你。谢谢你选择了我，未来的日子也许会有一两个让我们心烦的小孩，但我会用心经营这段婚姻跟这个家庭，让我们一辈子幸福下去吧，老婆，我爱你。人生短暂又变化无常，希望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平凡温暖闪耀，一起青丝变白发，白鞋到老。何先生，谢谢你以及我爱你。